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女孩子。其实最主要的是我想养你，然后让你去实现你想做的事情。那还真是谢谢你了。不过你的想法倒还蛮好的，很有个性哦。早一点知道自己要什么不挺好的吗？行动力，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？对吧？电话上。喂。哎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暖暖，你真是我的小福星啊！怎么了？我最喜欢的那家公司通知我去面试了。那恭喜你啊！干杯！干杯！哎，这儿呢。暖暖呢？走了呀。走了？走多久了？有十分钟吧。那你怎么不追着他？我有毛病啊！我过来看妈妈去售后，我追他。今天为了庆祝你面试成功，我请你喝咖啡。那等我发了第一个月工资，我一定给你准备一个超级大礼。行，那我等着你。你笑起来真好看。暖暖，你要多笑，因为这样运气才会变好。是吗？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女孩子。